如何正确吃皮皮虾? 教你们如何点皮皮虾。 我先吃这个。 我也想要吃，太好吃了。我也想要吃。我给你剪一个哈，刚才那个辣。 放芥末太呛。 是虾黄啊，可以不吃。 爆头，爆头，嗯，
你来看，大米哦。 好吃，嗯，要不要来口？我要吃黑的。哇，还吃不吃？擦擦嘴。你还吃不吃？吃。 你要吃？我想吃大腿。 放芥末太呛。 呛虾。
많이 익어봐. 里面可能有沙。